大家好，我是原神，我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第一阶段奔流真行其二，线条的流向原神，启慧的中序 8.30 第二阶段一更活动全阶段全玩法攻略回声之子玄木人流旋之众原神 5.0。 那这个视频是第一阶段的奔流真行玩法的第二关呀。哇，呀，这里我们要先变身成疾风龙或是使用卡奇娜才能继续。也是暗出上墙，接下来我们变成异叶龙，然后对着那边的金币使用异技能。接着继续变回疾风龙来继续。也是来跟这个洞交互一下。我这边因为没有交互，所以前面什么也没有。我们现在来把前面的那堵墙给撞碎。这堵墙需要我们先从地里出来，然后使用左键攻击把墙给敲碎。好了，那我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